说就咱们这个小小的绿藤市，弄那么大阵仗，至于吗？高利贷、情绪滋事、暴力拆迁、黄赌毒，你说的那些菜都不够硬，那得看看督导组是想吃什么菜。督导组接到了举报，在本市安福桥下埋有一具尸体。是的。你觉得呢？会不会和马帅有关？如果督导组要是盯上我，第一个完蛋的就是你。人间杀人，伪造现场，你们以为这些说抹就能抹的？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有人在故意做局，不让我查到线索。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。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。你能上到这个位置，是有人搭上过性命。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，大黑小三屡屡出现。你不要，你不想活了吧你？而真正的大三却命不当心。这他妈都是什么？别黑了，怎么黑我？对手的步步设防，别逼我后退，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。你要别过来。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，这次这个钉子再审，因为把他拔